方于112年5月4日12时许，接获110报案，于台一线407.8K 处发生交通事故。经查，系张明驾驶营业自小客车，载乘客两名，行驶在台一线平光路北向外侧快车道，至407.8K 处路口一左转时，已行驶于内侧车道同向后方，郭明所驾驶营业用一引车发生碰撞，双方驾驶及两名乘客现场均未就医，酒测值均为0.00毫克。警方呼吁用路人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规则》102条规定，汽车左转弯时，应距交叉路口30公尺前显示方向灯，变换进入内侧车道或左转车道，避免车流交汇而延伸交通事故。驾驶人如未依规定驾车，可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48条一项事款，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元。